张磊在足疗店消费2908被王美丽发现。没事，这多大点事儿？男人都正常，一会儿睡醒了哈。我就是去洗了个脚，洗洗洗洗脚。哎，不是，冷静冷静，你又洗脚一个技师，298，怎么你点10个啊？哎，你一个脚只能搓一个？不是不是，它里边有一个隐藏收费项目，我啊。隐藏收费项目，你行吗？你这个钱怎么花出去的？我今天怎么给你赚了？不是，哎呀，你干嘛去？我是被坑了，那作案工具我都给你带回来。嗯，啥？不是，男士六宝茶一泡1280，这么贵这个？那我当时口渴，他就没价，那我哪知道啊？你说这能赖我？还有1000多呢，喝了两泡，还挺可爱的。喜欢洗脚是吧？回来。